是卖鱼的。Hello， 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吃寿司，开吃吧！来一个虾的。鳗鱼的，满满的鳗鱼鲜香。虾肉真的好新鲜啊。满足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吃到这里了，下期吃什么评论区见哦，拜拜。Hello， 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吃炸串，开吃吧。先来个炸红薯。口口香甜。炸包菜。然后演一个脱裤，炸鱿鱼。淀粉肠，炸肠还是得吃淀粉肠，太香了。有小时候校门口的味道，哈哈。炸茄子。今天吃的太满足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下期吃什么评论区见哦，拜拜。